嘉义中学伫1924年开始，迄个时阵叫做台南州立嘉义中学校。这是一间百年学校，本地讲阁有一撮或者好汉坡，但是因为历任的校长大家把校门改来改去，改甲即马搞不清楚啊，到底是要为对入去，才是古早时代正门咧。其实嘉义中学本地阁有红楼，但是呢，唉，拢拆了了，拆甲空空空，敢若剩这宇宙树，吼，水甲变贵。因为校方的合作，所以呢，我会当入来校史室内底详细甲看一下，互伊清楚者。我细汉时阵来到嘉义，然后听到人讲是嘉义中学学生，安就表示讲伊是非常优秀，准备要读真好大学啦。啊，这栋红楼拢拆了了啊，可惜，可惜。规个校园内底建筑，好佳哉，保留了这栋马赛克砖的教室，赞。这个人伫树篮内底徛马，鬼鬼祟祟，你从啥话咧？这栋是唯一日本时代的老建筑，改修复保存下来。啊！我四界行来行去，直接又讲东侧的校门到底是不是伫这个所在？好，等下先把我甲画出来，多谢收看。